我是来自赫尔星的狼人，曾经的我。哼，而当了奶爸之后，带孩子也太难了吧，爸爸。远了，宝宝，这是我们科尔星的画板，可以将你画的东西变为食物，你画些小动物陪你玩好不好？好。你在画什么？恐龙，还剩个龙头没有画了。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好了。学会了吧，我去买个菜，你先玩着。宝宝，我回来了。啊？星球，爸爸，看我的新朋友们，可爱吧？可爱，可爱。自己生的女儿，怎样都宠着。来吃饭。带孩子难，带孩子的宠物更难。嗯。你好，这里是奇形怪状动物展吗？是的，这里买票进。支付宝到账200。